千这边是不是落空了？牵引嘛，来这样也没落空。没有，这个我还可以进。对，这个因为你还可以进，就大力吃小力快，那一定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没也是对的啊。大来，我力量小，那我比你大，比我大、啊。那如果把你牵引落空呢？那你打什么？我哪里碰出去了？牵引落空了。我还不能这样打，小燕来你跟我讲，我还不能这样打、哦、对不对？刚好让我重心又转出来。对，牵引落空的时候要打一个人家不知道的，我这样打，对、啊、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的手搭在我这嘛，你会知道任何反应。可是他这样突然这个这边还在牵引，这个崩往我倾斜的重心方向，他这边还在牵，所以很细的、嗯、这已经落空了、嗯、对、啊、对，这样也落空了，哎、嗯、这样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看起来这个很自然，因为你画的干净，发人就很自然、嗯、如果我画不干净，我自然吗、嗯、对不对？变成你很自然了，因为你有劲啊，有没有？你这个劲会自然，哎，会自然，哎，把我塞住嘛、嗯、啊，塞劲也很好用啊。那我画干净呢、啊、是你不来哦、嗯、对不对？如果我画干净你来，那我是不是很自然啊、嗯、我不见得要从这边把你打出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我在搬你，其实你只是自己在那转，我在转，啊，最后一根稻草在拨嘛，所以着重还是要重心的、啊。但你们现在不会这样，你做你自己的，你饲料重心你会变吗？对啊，我。但是你攻一下，我还是不是在牵呢、啊嗯？那你白蛇赌性打一打。不能打，没关系，先打。如果这样呢？这样我就过去。那你变成如风似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点力都不受啊。但你也可以，我一点，你也可以直接就把我打过来。现在，对不对？你大力可以吃小力，明天哈。但是你也可以如风似壁了，你攻一下，靠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牵引落空，所以我怎么练都是。是不是都在牵引落空啊？如果在牵的时候不落空，你攻一下不落空，那就顺势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先切掉。